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今天自己的时光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款 Bridge。那款游戏怎么，中文叫什么来着？泥桥之类的东西吧？哦，随便翻的啦。我们昨天玩了三关，那我看看我们今天能玩到哪儿哦。根据它的说明，它应该是越来越难的。这是什么？当钥匙远走高飞，我也离开。啊，所以不能进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哇，仍然有点云里雾里的。仍然有点搞不懂这个帷幕到底是干嘛的。好吧，现在的情况应该是。俺不是很了，他应该是说我站在里面的时候，他应该是意思是我他我站在里啊，等等。他应该意思是我站在里面的时候不受到旋转的影响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再试试看哦，是不是我们想这样？这什么情况？钥匙在哪？钥匙是下面这一把吗？
等等，我看到了一个按钮。我看到了一个按钮。应该是要，应该是要让这颗球踩在那个按钮上，然后呢，会放出什么东西来？倒是挺麻烦的，我们想看怎么办硬是给它转过去。想不行。想看怎么办呢？用这种方式，好像并不是一个好方法。想个别的方法哦。不，滚回去。怎么办呢？哇，这怎么办呢？想看啊。莫名其妙的过了三合一，
看来，那是一把灰钥匙。发生什么事？哇，这样是白色，我要变成黑色。我现在是白色还是黑色啊，静蕙？别，咔嚓！控制一下你自己吧，大大。这边不行，那这边呢？啊！哇！哇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要想办法。我要想办法到那个顶上那边去的。这个怎么办呢？我想看啊。总觉得哪怪怪的呢。
这样不行。这样不行。又被碾过去一次。啊！别急。哇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难道不能走那边吗？走那边难道是错的吗？底下为什么有一个我的影子啊？那边有一个我的影子，欸，好古怪，为什么有一个我的影子呢？奇怪，我到哪了？哦，别！留下了各种他生前的身影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弄才能够让自己是？奇怪，我在哪都是一个问题。我在这里。
个怎么办呢？好纠结啊！哎，等等，我现在是白色的，啊，咔嚓！不对，我现在是黑色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他又不能这样子换边。底下那一颗怎么就不走了呢？底下那颗怎么就不走了呢？我要怎么弄才能够让我自己是黑色的回来？想看，这颗球真的有点烦。这颗球真的有点烦哎，我要怎么摆脱掉这颗球啊？不要！快住手！我想说我快速的过去，然后快速的转回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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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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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定搞定搞定，然后我得再走一圈，把自己变成白色的回来，相当花时间的一个游戏，必须一直在两个颜色之间兑换。
且现在很尴尬的遇到这个玩意，他现在在这里不走了。掉过去，稳住他，稳住他，过去过去过去，好，刚刚可以，现在一定也可以。把它荡到最旁边去。太残忍了。不要调皮，可恶，混蛋！难道选择走这边不对吗？难道我应该要选择走另外一边吗？会比较好走吗？到底要死几次呢？啊，这边过不去的话，我就只能选择走另外一边了。其实他不要骚扰我，
各种创意死法。想看啊、哦，看你这样也不行，我把自己弄到死胡同里了。我有可能快速的冲过去吗？感觉有点难呢。能在他，好吧，看来是不行，丢回去好了，回到这里试试。走一次，再走一次刚刚的原路。我们刚调整了一下球的角度，我们现在再走这边看看，看经过调整的时候是不是好一点。怎么好像，怎么好像没好到哪去呢？一定是我这边调整这个球的方向的部分我没有调整好才会这样。我在这边我应该要把这个球的部分我应该要把它调整好。调整好吗？还不知道。像也不算调整好，好像是另外一个悲剧。怎么就帅气被碾过去了呢？不要这样子吧。
不要这样子嘛，给条活路呗。我到底在哪里啊？气死了！我完全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走过去的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。该怎么做是知道的，但就是实际上操作有点问题。又卡这了。不要吃。被残忍的碾过了。我觉得他的水平是不是有点，水平判断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Thank you.
要抓狂了呀！这关，今天玩这关就够了。我看，咔嚓，我吐血了。到底该怎么转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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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乱走一通过，吐血啦！这关玩好久呀，最烦就是大概知道怎么做，然后一走失败。这颗球干嘛？上面这个是钥匙解锁，下面这个是漩涡消失。这个是解锁。要让他试试看，让他滚进这个漩涡里面。哇嘞！结果我自己进去了，混蛋！我自己进去了是哪招？我觉得我不能自己进去。这里，不太对。怪了，我要怎么让他？为什么他会？为什么他会惯性的往那个那边走？好好好好好，
回到最开头，我们要想办法先让它卷进去。我觉得是要先让它卷进去，只是要怎么让它卷进去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。首先呢，哎，好的，卷进来了。怪怪的啦，啊，等等，然后让他把那个漩涡转消失。好，然后呢？他出来被漩涡抓住，然后。然后我们转个向，转个向能干嘛呀？好像不能干嘛。这么说来，让他进漩涡好像不是件好事。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别让他进漩涡哟。漩涡出来了，啊，来不及了。这样不行，那他就进去了。那他进去可能不是我想要的。那我们换个方法。啊擦！
变成这样了，这好像还是怪怪的，但跟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怎么还是哪里怪怪的？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滑到门那边去，但我觉得这跟我一开始的路线就差不多了呀。这跟我一开始的路线不就一样了吗？直觉告诉俺，这样子可能不太对。办法在他进去的那一刻想办法在我进去的那一刻我踩进去，然后快速的转圈儿，没有办法。这也没办法。那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？我又没办法冲过去啊！啊！我在想，我有没有可能可以冲过去呢？但冲过去跟我一开始不就一样了吗？我现在的目的应该是要想办法，我要能够就是钻到这个。
钻到这个帷幕里面，这应该是我一直在想办法要做到的事情。但是我发现我一进这个帷幕就没有办法。就算我开了这个锁，我也无法进这个门，因为那个漩涡已经卡住了。但我的速度又不够快，我没办法在他被卷进去之前进到这个帷幕里面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觉得反而问题是解决了。就是这玩意儿，从这里倒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方法。好，我这样可以进那个帷幕了。竟然能干嘛呀？乱存一把的呀，我竟然能干嘛呢？我竟然能干嘛呢？我想想看，我竟然能干嘛呢？我觉得我现在是不是总觉得我一直把问题复杂化？反正我们的这什么情况？刚出现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提示吗？是那什么东西？刚出现那玩意是什么？是提示吗？觉得我把问题复杂化，觉得这个关卡要重新开始。我的目标一直都一样，就是我要让
经进去了。我应该是要利用那个帷幕调整角度啦，只是我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，让我要。我要想办法到那个帷幕那里去。但是这边跟我刚刚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先把这个球骗进来，骗进漩涡里关着，然后呢把这个球弄到门锁那儿去。这边都跟我刚刚做的事情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果然问题还是卡在我没有办法。果然问题还是卡在这边之后，我这边没有办法在进帷幕之前。没办法在进帷幕之前，进帷幕之后马上调整球的位置让它回去，就导致这个球会被卷住。或者我们有可能先把球放到那里去，然后我们快速的卷过来。先在这里调整一些角度。随便调调，反正大概不重要。随便调调。等等。别！啊！不！我要想办法到门口。想办法到门口。但我要到门口的话，
这样干，然后过来，然后球过去，啊，等等，不行的，我要想办法滚进，我要想办法滚进那个，我要想办法滚进不要又卷进去了呀！进去了那怎么办呢？又进去了怎么办？再转一下。但这也很有可能只是回到原点。哇，你不要过来！好吧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回到原点呗。啊，老天保佑，不是回到原点啊！好，气死我了，过了就好。我觉得这个太耗力了，太耗力了，也不知道累在哪里，就是太耗力了。
这个是钥匙。滚出去啦！我得要。我想我得要把那个球关在这一边。那个大球怎么不动呢？进去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好的，然后呢？哎，不行，又被他滚出来！哇哇哇！那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控制一下你自己。控制一下你自己啊。这个方向好像怪怪的呢，我如果怪怪的哦，方向怪怪的哦，我要先到另外一边去。
快，等等，不要。这个颜色不太对。跟你站一块了，这绝对不行的呀！想一块死吗？啊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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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你自己，控制一下你自己。行的，这不行的，这个球必须被关在，必须被关在这块板子另外一边，板太不安全了。啊，等等。控制一下，哦，好，这样感觉安全多了，但是我的颜色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色然是一个问题，上面就是不能走，不能走吧。
哇，蚊香是不是蠢蠢的？蚊香是有点蠢。俺要去的地方是，俺是要往这个地方走，结果现在俺反而过不去了。只好再撸回去一次。日月忧郁啊，那这一次我走这里总行了吧。哇，完蛋了，脚跟他在同一边了，脚被他咔嚓了。尴尬。尴尬。哇，这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走这边？我不是走在这块板子上吗？不要！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我在这里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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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为什么在这？怪怪的，再回到更之前一点。我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对啊，我本来在这里啊，为什么我下去之后反而会到另外一个位置去呢？飞出去了，等等，为什么有时候会滚这边，有时候会滚那边嘛？这样我挺为难欸。好好好好，就维持这个状态，不要动哦。好好好，不要动哦。别，你别动，你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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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。我看看怎么样你才会乖乖的回去哦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然后呢？俺环游世界一周。
先进来这里站着，然后这样。这样怎么好像会滚出去呢？怪怪的啊，这个球怪怪的。我觉得先。站在这里，好，就留在这里才对。转过去，再转过去，好，把它关起来。哇，那我又怎么又到这个很奇怪的地方了？好像被自己整到了。巴库巴库，我觉得我不能离开，我觉得我不能离开，我不能离开这个楼梯的这个圈圈。我一离开我就到很奇怪的地方，我就出不去。我们就滚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不想离开这里呀、啊！
这门先堵上。为什么？我刚刚不是已经，我不是站进来了吗？我已经卡进来了啊！飞出去了。啊！要吐血了。怎么办？要吐血了。那个球为什么老是不动呢？他是不是病了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为什么不会动？哎，算了，从时间看来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明天再继续这一关，明天继续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